现在各位，我们现在来就是要找出原因。台风，台风还没有走，还没有完，我们还会来。今天还有其他家属，这部分我们一定会检讨。我今天来就是来承认我们政府做的不够，做的不好，但是要一线到六点半到九点半，这边还有很多的家属，这样我去准备上飞机了。看哪几位？那个你们准备登机了？您先四个人上那个八总统的八总统，他们说假如能不能两替室，两替室，那个我们去八个指挥官，先上来吧，西安山啊，我们从后山走了几天几夜才把路打开，家人啊，我们跟那个连指挥官谈好，两替室啊，今天两替室好不好？可以，可以，没问题，回来再去好不好？好，可以就找他就好。我说我在坐这里，我带他们进去。不信，你跟那个，我带他们进去，我一般是陪你看人，看他的飞机还不是，对啊，我其实没问题啊。Hello， 防止应变不足，灾后救灾太慢，也是前中后都有问题。第一个，你政策错误，导致他那个。而当大雨来的时候，县政府都没有因应，它的水量一直在增加，而发生紧急撤场的指令。你今天下午500就已经红色土石流了，到1000人、1500人，应该赶快说啊，不对了，赶快那个，可是没有，有没有越来越严重了？就是没有。灾发生之后呢，全部人在那边打电话给消防署的人，要去打电话。后来是透过有关系找到了廖良宇，廖不能帮我解决，这都是村民的冤屈。其实有非常多的村民呢，他是不断的跟马总统来诉苦，希望呢他们把一切的过错，为什么这些灾害会这么严重呢，把责任归咎于越狱饮水的问题。因此呢，他们显得情绪非常的激动，希望马总统不能够再软弱下去了，必须要硬起来，为他们解决主持公道。不过你看到呢，这村民呢，这情绪越涨越多，几乎都没有办法停下来。不过呢，这总统马英九呢，不像以往的时候呢来多去匆匆，他几乎呢是全程听完这边村民的一些想法，甚至还立刻找来了这个作战指挥官严将军呢，希望能够为他们，因为他们说呢，他们还有7位的村民是受困在里头，没有办法出来，因此呢，是立刻呢交由这个军方呢，赶快出动直升机，能够将他们呢赶
快送回到了他们的家园。不过你可以看到呢，刚刚上岛之前呢，总统马英九呢，他是一路走下去，是看到了小林村的村民呢，他就停下来脚步，情绪显得非常非常的凝重，来慰问这些家属。其实他们等了12天，小林村的村民等了12天，终于盼到了马英九。对他们来说呢，他们情绪也相当的激动。有人批评呢说，马英九来的实在太慢了。另外呢，终于接到了马总统，因此他们呢是赶快呢上前，希望呢的话。当时的马总统来到的时候呢，表情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好，眼睛还是有点浮肿。他带来的两篮的水果，甚至呢是对着这些小林村的原本是美好的原貌呢，是祭拜了三炷香。因为这次88水灾的重创，小林村几乎有400多位的罹难者，到现在都还没有消息。原本呢左边望过去应该是非常美丽漂亮的村庄，不过现在完全都是土石泥块淹没，甚至呢在马总统呢在祭拜的这个时刻，旁边呢还有小林村的村民呢在进行招魂的仪式，实在是显得非常非常的讽刺。不过呢，对于这次88水灾来说呢，小林村的村民呢还是认为说马总统呢是对他们的照顾实在是来得太晚了，因此呢希望呢这个总统能够帮帮他们的小林村的村民。以上是目前的最新状况，时间先还给彭磊。谢谢佩文的最新连线报道。画面当中您可以看到呢，在这个灾后发生的第12天，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惨遭灭村的小林村，也就是灾情最惨重的地方。马总统的行程从一刚开始安排的时候，先到比较这个灾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台东嘉义，今天第12天他终于来到了最严重的地方。今天有灾民